大家有没有想过，把这个三孔的插头从中间这个位置打开之后啊，接上那个线，它的价值啊能提升多少倍？你有没有想到过？很多人把它接在插座上，但是啊，从来没有想过如何提升它的价值。其实啊，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，价值非常高。今天我把这个方法给大家来说一下。首先我们把这个三孔的插头打开，大家看一下三孔的插头，我们打开之后啊，发现它里面呢有三个接线柱子，那分别是地线、火线、零线。我们在零线和地线上呢接上这根线，它的价值就会翻百倍。现在我们来接上线演示一下。零线和地线上呢，我们接上这根线就可以了。大家看我是如何操作的，我们找这样的半截线就可以了。这个接上之后非常的实用。地线和零线上，我们把这个线接上就可以了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接上了。接上之后呢，大家看我的操作，我们用这个压线剪把这个压紧。最后把这个盖子我们都盖好。那它有什么作用？你肯定想不到。我们把它插在插座上，大家看，插座上插上之后呢，家里的开关就会跳闸。当我们电工再去维修干活的时候，没办法确保这个闸道安全的情况下，我们断闸之后，在家里的插座上呢，插上一个这样的避免触电的神器，然后呢，我们干活特别安全。当别人合闸的时候呢，合不上闸刀，不管怎么合都是合不上，一合闸就会撬闸，一合闸就会撬闸，从而保护了我们电工不被触电。那这就是我们电工干活必备的东西。每个老电工的包里都会带一个这么样的神器，那这就是它的作用，一个插头能保护我们。所以它的价值提升了多少倍，你自己来体会，自己来品味。这就是插头接上这根线之后呢，价值提升了很多倍。大家觉得怎么样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一起来交流学习。